讨论一件事情，大家真正想要唱的歌。我小半啦，我也是小半啦。岳哥要小半。好，你给我 Ice Paper 吧，我就唱那首。那我不要小半，那我去这边留，不要太多人唱。Let's dance, boom shaka laka。你自己比较。我其实想 rap， 我想要炸一下，跟哥哥们炸。我们吴克群步入十级，我们四个人大致上都有默契在了。虽然就是我们分开，但我们俩都又合在一起了。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中型的部落了。对，当然还不清楚，就是说也加了三个人嘛。对，还不晓得他们真正的个性。我觉得吴建豪是全才，但是他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距离感。Flash 哥就比较偏冷嘛，他就是静态的美男子。你觉得不了解你的人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？你说除了帅吗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知道很好笑？他们都是说很 surprise 你会跟我们一组。Really? Yeah。但是我那时候邀请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一定会的。嗯，其实。我很多人已经都不太了解我，是我们的个性，对吧？跟克群，我们之前拍过片，我第二部电视剧，然后也是他第一部电视剧，两个男主角抢一个女生嘛。好像是有一段对手戏是吗？克群好像蛮多这种戏哦。我常常很想要帮你上工啊，然后又被他揍。那个是，对啊，拍蜜桃女孩的时候，那时候，哇，好，你看一眨眼就这样子了，二十年了，二十一年了，差不多。拍完后来我就不拍了，对，你就开始做音乐嘛，对，我后来就开始做音乐，一直做音乐，也挺酷，就是看到你一直慢慢在这方面就是一直有转型改变，那肯定我们一开始的唱片公司都是要偶像，然后都是要那种。很可爱啊，然后哎，我们这次专辑你用这个去当主题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哎塞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不让我就自己想要发挥的东西？因为你那时候 F 四太红了，他怎么看你？他怎么看你都是哦，你 idol， 对，你明明很会跳，可是他怎么看都是看到哦西门，我是美作，对啊，没错，西门哦，西门是那个好，没事没事，对，反正他怎么西门也很帅，西门也很帅，他怎么看到都是 F 四，对，没有想到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其实是在 Virgin， 然后啊，对，我去找 Stanley， 对，是跟 Stanley 那时候，然后你就看他的时候是有一种羡慕，但是我也要做这件事情，而且 I can do it， 可是我后来就再看到你还是这样，哦，还是这样，我没有想到啊，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好奇心吧。认识 Blaze 之后，我才发现他对生活的那种渴望、好奇又更强大。他的新的英文专辑，他花很多钱在拍 MV。我说实在，现在还有谁看 MV？ 但我也是这样。我拍 MV 的时候就疯狂的去拍，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是同一种人，做一些也许别人未必一定在意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很快乐。啊，克群这里再慢一点。那真的太性感了。跟 Vanessa 也不是那么熟，其实同个唱片公司过，但是并没有到。常常聊天，人家都说我们很臭屁，很难搞。说你啊，我们 F 四啊，对啊，的确是啦，的确有一点啦。哎，那时候你的真的是爆炸哎，那你什么时候爆炸？我爆炸，我没爆炸过，我说肚子吃到爆炸。因为我觉得他们也觉得我是很难接近的一个人，但我会去跟他们多聊，或者是多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慢慢。化掉一个那个外壳。最近跟我有跟 Paul Oakenfold 弄一个 remix 的歌。是哦，哇！但是我看你在
健身的时候，你都听比较老的一些 rock。我其实什么都听。真的吗？我真的什么都听。吴建豪哥哥这两天其实都有在接触了，我没有去他的房间，他就拿了两把他的琴，那两把都是非常高级的琴。对于一个渔村的孩子，看到两把高级的琴，哇，一样还是在聊音乐、聊琴啊，聊滑板，慢慢了解他的为人、讲话的方式，还是很酷，大酷变成小酷。那我觉得比特你可以唱一大段这边。好，这一段我可以抓到人。当然。比特你这是另外一个声部。好。这一次就是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前辈，然后我就觉得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过来，然后就是跟每一个前辈在这里好好的去学习。都是前辈，这里都是我学习的对象。你要学什么？他们那么烂，真好学的。学你啊。啊，我更烂了，我就是尊比特个性有点木讷，还摸不清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挺漂亮的。对，这个是相思木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比较贵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贵很多。对，贵很多。对，很多。对啊，相思木。我会记住你的脸，你的脸。珍惜你给。我喜欢音乐，喜欢一直即兴。会创作的人呢，基本上都有即兴的天赋在。我的确是看到这个麦克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还蛮勇于去尝试的。对对对，他是有很蛮多新的想法。我这个新的想法是从他哼出来的这些旋律上面去了解他，去认识他的。对，是不是不跟我在一组表演，都缺少了一点憧憬？怎么可能？更开心啊！没有啦。我今天在车上说，我说完了，我现在不在那个小组。我说，王大陆已经成为了我的替身。然后呢？因为哥哥们做音乐这方面肯定都是佼佼者来的，所以困难跟问题就是我啊。还是回到原我。你可以的，你转过去，你不要看我们嘛，你不要看我们。是这样，睡觉睡觉。Yeah, 当我们不在，好不好？我们三个睡觉，然后你要把我们吵醒，好不好？那克勋哥的方式就是鼓励。如果克勋哥以后有小朋友，我觉得他的小朋友会很幸福。你们爸爸都会不会凶我的？艾斯哥，要 rap 快教我快点。我很喜欢找艾斯哥哥啊，每天艾斯 baby 教我几个 rap， 给我几个 flow。珍比特弟弟啊，他就在那很远的距离说：“大陆，你对着我唱。”大陆，你对着我唱。大陆，你唱啊。花莲用房间听不到，发霉旧照片，来，没必要听个遍，掉漆的播放键，你情愿冒着险，再大声，睡在他身边，再大声，耐心去分辨，最大声，给他走过多。如果说我一群男孩子啦，那大陆就是里面也不是说那种最需要保护的，但你看到他就想保护他，从他在那个其他的部落的时候，我就想保护他，谁欺负你？我就帮你跪下。